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恒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今天的话呢，给大家带来一个视频小短片，是来自于我这个直播的时候呢，打这个无双版啊，无双版的一个下一币传说难度的一个进气通关啊。这个不能用气啊，不能用能量，来自于这个啊。那么咱来看一下这个小短片呢有什么不同之处，是吧？首先呢，我是在非常前面的关卡呢就随到了这个夺荆州啊，然后我其实什么都没有。没有战斗机啊，没有这个气，没有能应对前边这个六个沙漠科这样的一个道具。那么 OK 啊，这个位置该怎么办，是吧？啊，如果换做一般的人可能就气了，但是呢，对不对啊？就挺气，咱不能那么干呢，没有办法想办法，对不对啊？创造困难也要上啊。OK， 那么呢，将欣赏一段极其精彩、华丽、诡异、飘忽的走位。啊，这位置你就看吧，反正呢，这是八个沙漠科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不是六个，八个沙漠科。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啊，耳朵呢听到有人笑，直接就开始跑，眼睛观察哪个不出招要打谁。茫茫人海之中呢，你还要找到自己牙斗的位置，你可以看到是吧？啊，这段操作，如果是满分是十分，各位啊，你觉得你能给他打几分？我觉得这个人太帅了，我要给他打100分。那么好吧，啊，今天视频短片就到这儿，拜拜。